静姐在里边看了六个家庭之后，有没有想跟哪个家庭聊两句的？我想跟很在乎颜值的五号妈妈。妈妈，请问你的颜值标准是什么？说颜值，我们就觉得五官端正，看起来阳光，有没有什么男艺人是你觉得看得挺顺眼的？非常喜欢那个秦昊老师那种类型的。对不起，他有人了，好伤心。咱们找个单身的行不？差不多是这个方向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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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特别相信我的恋爱导师，因为他就坐在我身边，给我力量。来吧，交给我今天。